博弈考，听说我成了玩物了，叫我谈我就得谈，叫我怎么地我就得怎么地，我是人了，我人格自尊全都不存在了，我就成了你们掌上的玩物，这是干什么？因此再谈一曲，曲中有悲愤之声，带着悲愤不满意。咱没说吗？赵王大才呀、啊！你别看长得粗的麻了花，那可不是白马，不是，也不是迂腐，文的武的他都有点，就是像妲己把他迷惑的。他一听这声，带着哀怨不平，带着这种声音，赵王大怒，别谈了。伯邑考，你是不是对朕不满意？嗯，你瞒得了旁人，你瞒不了我呀，这还了得？对天子不忿，要说杀你，我杀你十个都杀了。现在你毫不知天恩，相反对我还不满，这还了得？爱妃说的对，来，把伯邑考拉到下头，处以海刑。海刑，那海刑是什么？也太残忍。古代的一种酷刑，就是把这人嘛，用钉子钉到木板上，转圈好几个人，手拿大刀巨斧，嘁哧咔嚓，嘁哧咔嚓，把人剁成饺子馅，剁成肉馅。那么还有的就剁成肉馅之后，包成饺子了、肉饼了，仇人每人吃一块，也恨，就是这么一种刑法。有的不吃，那剁成馅之后扔到荒郊，那就喂野兽了。所以呢，中国有一本书叫《中国古代酷刑》，不知道您看没看过这书？就是中国这五千年古代奇形怪状，你都说不明白的酷刑，也不知谁发明。假如你一看这书，你头发根都发大，都发了，你想都想不出来。这就是酷刑之一，叫海刑。赵王多惨，不容分说，把伯邑考拉到宅心楼下，扒光衣服，用巨钉钉在木板上。然后处以海刑，是乱刃奔驰。这妲己他转怒为喜，咬着牙，哎哎，先知不走，挡着倒退。这是你自杀了他，你要顺从了我有多好？吃不尽的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使奴换被，美人搂着，你不干呢？你没那个福分。嗯，纣王这心啊，你说是高兴吗？成圣旨，这回咱测试一下，把他儿子的肉馅割成佐料，烙成肉饼，派人送到游里，叫他吃，就是皇上赐的。如果他果能算卦，他肯定先知先觉，知道是他儿子的肉馅，他肯定不吃。要这样，就想方设法把他除掉。没说吗？原始社会，奴隶社会，封建社会，这是专制的要命，特别是在奴隶制的时候，那草菅人命，想怎么地怎么地。这当头的、当酋长的、部落首领，哎，天子说话就是法，哪有法呀？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任何人不准反抗，叫奴隶制。做完之后，这妲己还不依不饶，为了测试西伯侯姬昌算卦准不准，烙成人肉馅的饼赐给他吃，看他吃不吃。他要不吃就把他杀了，他是妖人，他要吃就把他放了。纣王一听，杀，杀杀杀。
玉溪真会出主意，就这么办了。告诉御膳房，搁上佐料什么葱花啊，就是有没有其他佐料咱不清楚。总而言之，长得挺好吃，外头搁油烙成饼，用盒子装着，装了那么十个。特别派了一个使者，这使者是纣王的耳目，聪明伶俐。纣王对他相信，临走前告诉他：“你到那块怎么说？你盯着西伯侯姬昌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你都要如实的向我启奏。”使者在这东西分有理，咱没说嘛，有理是个小茶，在汤阴县。象州汤阴县就是岳飞就是生活到那儿，就那么个地方。不过呢，在殷纣的时代是条土场，住着那么几百户人家。西伯侯就在那酒席，这起身不说，单说西伯侯姬昌压了7年多，软禁。当然他的软禁跟那张学良那软禁不差不多，吃喝不愁，也不干什么活，就是没有人身自由，出入有人监视着。那人一旦失去自由，最痛苦。但是他呢，为了在这个环境之中陶冶情操，为了这个时间不至于空流逝，潜心研究八卦，把上古伏羲氏留下的卦术潜心研究。这7年多的时间，他把八卦变成64卦，360爻，每卦怎么回事，每卦怎么回事，认真记载。这个再往下流传，就著名的《周易》，就著名的《易经》。当然，按说这天他心里烦闷，西伯侯也服服秦吧，点上香，往这一坐，开始问。不是扶着琴的心就乱起来，怎么乱？哎呀，闹心闹得厉害，站起来溜着脚，觉得好一点，所以再扶琴还闹心。这扶着琴，当一根琴弦折断，谁看这根琴，主亲人不及呀、啊！哎呀，有什么祸事？想起老娘来。老娘年纪高迈，九旬挂了，莫非他人家出事了？又不像夫人出事了，又像他胡思乱想。最后一看没人，我算一卦，取出金钱算了。这卦算的还真准，算完之后一看，哎，应该长子伯邑考试，儿子死。姬昌一看没人，是放声痛哭：“我的儿啊，谁让你来的？你无缘无故给你爹出什么罪？我临行之时怎样交代？等着我再交难满，自然不是平平安安回去。可你们不听啊，也罢呀，我儿是尽其孝道，他能放心得了？”结果把小命搭上了，我的儿啊，死的太惨了。我们有何罪？除以海刑啊！哎呀，不好！他觉得心里头还乱，一算计，烙成肉饼给我送了，测试我的反应，看看我吃还是不吃。这招就更残忍，我能吃吗？那是我儿子的肉啊！当爹的怎忍心吃儿子的肉？万万不能！但是要不吃，事情败露，我命也休矣，我也活不了，我活不了，我们的西岐整个就完了。现在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，就得这么办。到屋赶紧把脸洗洗，别露出本眼来。
也洗完脸了，也恢复平静了，看他的人也都回来了，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你看他谈笑风生，其实那什么死，那心都碎了，表面上若无其事。要说这个人这个心理思想活动很难捕，很难捕捉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：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何干了可见底，人死了你也猜不透他心怎么想的，太微妙了。把周围的人全盘过去，哎，没过两天，天时官道，选饥肠接旨，西伯侯赶紧更换衣服，跪在院里的厅子。天使官一宣读旨意，说西伯姬昌囚禁有礼七年挂零，哎，也够艰辛的。朕前者行为采猎，打了一只美鹿，现在把鹿啊包成了肉饼，四厅十张，厅里食用。没敢说是他儿子，是鹿肉。西伯侯姬昌知得清清楚楚，牙坐不止，臣谢恩，跪着往前爬，爬到石河附近，天使官看着，盯着他一激动，再看他把袖面一挽，石河的盖掀开，看了看十张肉，实在控制不住，西伯侯姬昌哭了。天使官一看，呀，他哭着，坏了，他准知道这是他儿子的肉馅，他不知道他哭什么，人不伤心不落泪，就问他：“鸡伯伯，你哭者何来？皇恩浩荡赐给你肉饼，你怎么还哭？”鸡伯侯想：“坏，坏了，我怎么输过大意？”马上编了一套瞎话啊！天使大人有所不知，我是这么想的：天子日夜操劳，为万民的疾苦所想，呕心沥血多不容。那么打了一只美鹿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天子不肯自己食用，还赐给我是罪人，我是有罪的人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所以我见着肉饼感激天恩，我太谢谢万岁，万岁爷真是佛心，佛光普照，我太感激了，故此垂泪。这套瞎话编的是天衣无缝，天使一听，哦，怎么回事？都记住他的话了，回去得汇报。感谢天恩，那你别客气了，给你你就得吃。谢主隆恩，站起来，往京都那方向大拜了八拜，磕完头又跪下，双手拿起这饼都哆嗦。他用谢恩掩盖自己内心的活动。盯着看吃，呀，狼吞虎咽，一转圈一张没了，然后又拿几张吭吭吭的又吃。鸡巴侯，你觉得滋味怎么样？香，太香了！哎呀，味道好极了，味道鲜美呀！真是山中走兽，云中雁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呐，做的十分得味。我多日不吃了，我太感激万岁。连着吃了三张，大，就是大饭量的也吃不过五张。以他这个年纪，吃三张就够巧的。吃完了，满嘴是油，擦了擦。感谢天恩，万岁万万岁！就是感激。天使问了一会儿，
一点毛病没找出来，微君复旨，姬昌什么死？那个样，那心，儿子的肉疼在心上，那心里都出血，表面上装得挺高兴，还若无其事，难就难到这儿。天使回去复旨，赵王正等着呢，妲己也在这等着。天使回来，如实地讲述一遍是怎么怎么回事。这是姬昌啊，感激天恩，激动的热泪滚滚，都哭了。他说了，天子多不容易，想的是万民的疾苦，好不容易打了一只鹿，自己不肯独食，还赐给我肉饼，我于心何忍？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，嫉妒的无何物不可，张嘴万岁，闭嘴万岁，净说好听的。你下去了，天使下去，爱妃怎么样？得出结论来了吗？看来人们所说尽是谣言呐、啊，把他说的神乎其神，说的是圣人。圣人能吃自己儿子的肉吗？这还没有别的疑惑了吧？到陛下，人家都说姬伯侯姬昌怀揣奸诈，能不能是演戏？哎，岂有此理！你演一个我看看，我演一个你看看，话如此，我旨意一出，不能更改。啊，这个事儿再跟费仲游魂商量商量，把两个中间大夫找来，这俩人受了贿了，到现在一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，听纣王争取他们的意见，他们俩人定说好话。陛下，现在天下大乱，刀兵四起，东南两路战火不息，您呢、啊、应当破格提拔姬伯侯。这个人是忠臣，你要一提拔他的官职，感恩戴德，您再给他一道旨意，可以指挥军队，命他攻打东南两方，他代替您呐、啊，声讨叛逆，咱的江山社稷无忧无虑啊！您看这有多好，说的极其有理。姬伯姬昌进京来见朕，一句话一锤定音。哎呦，姬昌可盼着有今天，释放了，刑满释放了，离开有理，老百姓舍不得，携男带女前来相送。可姬伯侯也是离不开大家，再管怎么心在西岐呀，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回家乡，跟大家寒暄已毕，挥泪告别，诸说简短，进了京，住在金庭馆。姬伯侯姬昌琢磨着，这是真的？难道这是真的吗？嗨，七年多，变化太大，我又回来，我以为我准死无疑呀、啊。心里是感慨万千。当夜晚间，文武百官结队到这边来看望来。原来的时候谁敢上有理去呀、啊？人他就这么回事儿。现在天子有旨，现在听说还要封官，还要晋升，比西伯的地位还要高，人们这才来看望来，也有了胆子了。看来人吧。都是锦上添花，很少有人学礼送炭，那不行了，都害怕，见面连一句话都不好说，马上钻胡同，现在一看好了，都扶上来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有那么句话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谁拖家带口的不想想好事儿，闲言少叙，大家看吧。
一晚上李伯侯也没得休息，到第二天旨意传下要见他，赶紧沐浴更衣。原来官没了，穿带随风倒，就是老百姓的装束，来到宅兴楼，纣王特为传旨让他上楼。上楼是特殊的恩典，再看西伯侯跪倒在龙书案前，罪臣姬昌叩拜我皇，万岁万岁万万